有宅树配，我是樱花。一般来说，有着不错 FPS 底子的射击好手，就算换了不同的游戏，基本上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。而今天我就要介绍一款恐怖射击游戏给喜欢 FPS 游戏的你哦，还不赶快一起来看看。Rip Out 是款以22世纪的未来世界为背景所制作的恐怖射击游戏。游戏中玩家们可以相揪最多四名同伙组成小队，必须依靠各种不同的近战、远程武器与一群变异体的生化怪物进行对抗。游戏除了加入了不少恐怖游戏中的惊吓元素之外，还可以自行定义武器与角色专长，开发出最适合你的游戏风格。此外，每个战斗关卡都是有程式随机生成的，所以玩家每次进入游戏都能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新鲜感。本作预计2022年2月1日登陆 Steam 平台，虽然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，但喜欢这类游戏的玩家们不妨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哦。